竟然没有女朋友，人家那有劈腿。明星如呼张轩瑞没劈腿，喊话勇敢挺好。明星如出席公益活动，分享日前探访上比亚女儿的心得。去看到我资助了差不多4年的这个小女生，她现在已经15岁了。其实因为我们语言不通，我们中间有翻译，然后她就大老远就我们下车的地方，然后就已经在那边等我们了，然后就拿了一束花送我，我就先抱她嘛，然后就很自然的牵着我的手。其实真的看了，我觉得还蛮欣慰，是他们都还蛮开朗的，就是他们都笑，很少看到有人是愁眉苦脸的。她去上学的地方离他们家要走10公里的路。那他回家，他又要做饭，又要做家事，要取水，要帮他的弟弟妹妹洗澡，所以他就常常迟到，后来就休学。一回来就知道同学们。哈哈哈哈哈！差你还要我这个，好事啊，好事啊。别的男人吗？男人吗 ？OK 啊，好事啊，谈恋爱是好事啊。哎，但他2年前曾传绯闻的圈外女友，在他认爱后发文叫人嗤之以鼻的勇气，引发劈腿疑云，又怎么看呢？他这没有女朋友啊，人家那劈腿啊，人家不就是正正当当的，正正常常的那个交女朋友吗？我有在他的 FB 上留言啊，勇敢啊，好啊，你看他这部戏学会了勇敢，很爽啊。